我就问他说，我就问他说，啊，这边放那么多花生干嘛？他说，他就笑出来了，就跑过来了。弟弟站前面，站爸爸前面，站爸爸前面，你刚好跟挡住我们三个胖子。你这样子是拍不到任何东西。你挡住我的头。看这边，看爸爸。哦，你这可不可以拉长一点？到底了啊。你可以少一个吗？你这样不觉得你的手很胖吗？嗯，胖要怎么样？肌肉啊。好了，给我这边，这边换这边，自拍棒真的不错。弟弟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超酷，超酷。来来来，我跟你讲啊，弟弟，来，我跟你讲，跟着他转啊，我们来跟着他转，跟着他转，预备，转过来，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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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着他，对对，懂吗？懂吗？好。那个相片你很酷，那个相片，你刚才看那个，你看，你看。什么感觉很大只？没有准备就转啊，你就一直拍，没有准备，现在可要。